保定唔保？问问 Kenneth 生活法宝，十秒钟就知道。班机 delay 有冇得赔嘅先？delay 六个钟或以上都有得赔噶，记得留翻航班延误嘅证明，翻到嚟香港慢慢 claim 啦。行李唔见咗有冇得 claim 噶？当然有得 claim 啦，无论行李定系个人财物损失，都可以获得高达20,000港元嘅赔偿额噶。同行嘅屋企人喺我哋旅行期间中咗新冠肺炎。我哋需要放弃原定嘅旅程返港，包唔包 ？Cut 咗先，同行屋企人唔好彩喺旅途中咧确诊，你系可以获得行程缩短下所有嘅保障，赔偿额高达50,000港元。返港航班取消咗，咁点搞啊？因为冇办法避免嘅原因迟咗翻嚟咧，我哋会自动将你嘅保险期免费延长10日咁多噶。大塞车搞到 miss 咗班机，包定唔包？去机场嘅路上唔好彩遇上塞车，走咗班机系冇得赔噶。唯有早啲出发，咁就唔怕啦。旅行最紧要玩得安心，由7月起至8月31日投保，仲可享75%优惠。即刻用10秒钟click入 SR 安诚网页投保啦！